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7月13日 ,NBA 夏季联赛继续进行，太阳105-78大胜独行侠。郭浩文和张镇麟上演了下联版的中国德比。郭浩文迎来个人的下联首秀，出战15分钟得到9分，投篮4中3 ,3 分1中1罚球6中2。张镇麟出战6分多钟得到9分，投篮2中1罚球8中7差点完成暴扣。比赛数据，太阳张镇麟9分，路易斯金14分10篮板3抢断1盖帽，萨尔12分10篮板2盖帽，赖特11分5助攻，阿屈尔12分6篮板，独行侠郭浩文9分，哈迪11分6篮板，老森10分4篮板，哈丁20分5篮板5助攻。本场最佳路易斯金和萨尔太阳的这两位首发都拿下两双数据，率领球队大胜对手。比赛花絮，王全泽现场微笑观赛。王全泽来到场边微笑观战，中国球迷高举海报，上面写着浩文加油，路易斯金隔扣对手故意挑衅，实际犯路易斯金上演精彩隔扣，故意撞了一下对手，领到技术犯规。高光时刻，郭浩文命中个人下联首球，太阳替补席上的张镇麟为他鼓掌。郭浩文抛投得分，郭浩文三分命中，张镇麟拦下勾手得分，张镇麟先携空接完成，被对方犯规。张镇麟试图暴扣，被对手封盖。比赛回顾首节，萨尔连续扣篮得分，路易斯金